Hello， 我是 Kai， 欢迎来到 Minecraft 新手生存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忘记了有这个系列，又或者是完全不知道了。这个系列其实是我和我的朋友极致传说的朋友，就是在我玩 Minecraft 早期时候一起开的一个地图。这里很多东西都是他们做出来的，而我本身是没有参与到，所以对于一些东西都不是完全的熟悉。我们的临终生活在九月的时候就暂时停止了更新。其实之后我有一直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玩回，还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。有朋友就跟我说，不如你玩回原本的 Minecraft， 就是继续的学习一些就是有关的那些知识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倒不如玩回这个系列吧，因为当时也没有玩太多，这样停着也不太好，哈哈。所以我们就回来了这里。其实这一次我想做的东西应该就是改一改我们家上面这里吧，看起来有点乱了，像是以前做的这个鸡的那个地方啊，然后后面这里前面啊，还有这个附魔台啊，我觉得都可以改一改。像这个楼梯其实是当时之前我直播的时候那时做宽了，先将这里清一清吧，因为这一个空间是给人感觉好像一个小小的湖，清掉了之后就没有这样难看。作为一个新手生存的系列，其实我不会装其他大型的模组，除了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光影，还有就是这个合成表，然后排列的这个模组，暂时是这样。如果要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目标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打终结龙吧。临终生活玩了26集，多多少少都学了一些经验了，所以回来这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现在呢，先将这一片的地面换成泥土吧，之后我再想要怎样去就是改一改前面。换是换了，现在看起来比较干净了一点。然后我打算就是弄一弄这里的这个阶梯吧，将这里弄宽一点。其实我有在想，就是阶梯的旁边要怎样做，于是呢就放了这个篱笆，不懂会不会很奇怪啦。如果要放的话，这一边也是可以放的。附魔台这些泥土方块也是要清除了，我要换成别的。Holy shit， 竟然有 creeper 在这里啊！附魔台暂时是漂浮在空中的，因为我还不懂这里要怎样去设计，先继续的弄下面吧。鸡的牧场隔壁，其实这一边是有一个楼梯，这样让我们下去，去到那个就是甘蔗的地方。这边我觉得可以改一改，先补一补。前面这一幅我打算用泥土来盖住，就是给人感觉这一块东西都是泥土，我觉得会比较好看。现在开始换一换吧，开工开工。这一边的楼梯我也是将它换成五格，这样走上去。美化这里就是我这一集的目的了，继续的改，继续的拆。来呀、啊！哇，走路这样奇怪的，现在的 skeleton 走到光明正大这样，死了，死了，跌在水才死吗？死吧！死一百多东西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我还不死吗？多少多少才死啊？多少啊？难道这个金没什么用？哈哈，金剑啊！哇，又有哇，很多呀、啊、这边，可能我没有放火把的关系。顶了呀！我很少用盾呢、啊，现在用它啊！来，它顶是顶到的，轰一声，那
死吧，我们还是做一把铁镐来用吧，因为下面还有一大堆的那个方块要拆掉。呵呵，现在这里感觉非常的就是平面啊，很四方。从这里呢，我们直直这样过来，这里下去，再过来这一边就是有一个楼梯上来了，这里也变得比较宽了，上到来就是这一边咯，然后吓死你，哈哈。下一个我觉得要做的就是杀鸡吧，就是我其实是想清掉外面这些鸡，像这些栅栏其实是不需要太多，我们的家你看围到太过窄啊，这一边看到就杀吧，一刀给他死吗？好像可以吗？是吗？哎，哇，他跑很快，好像快吗？哎，死吗？哈，全部逃走，哈哈，一刀可以给他死，其实蛮爽的。我觉得就改成这样吧，就是上来这里，直接就有这个栅栏顶住，只有这一边是进去，然后我们的栅栏就是慢慢的可以这样，这样连接过去了，所以这个是没有用了的啦。这里，这个围住鸡农场的，我们开始就是弄一弄这个附魔台吧，先慢慢的这样补过去。我觉得要拆一拆，换一换它的位置会比较好。再次的做一些书柜出来啊，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之前。先放了这个附魔台，然后旁边补了这个地砖。现在呢，我想到的是这样了，它会在空中这里，这一边我会继续的做这个书柜，下面这一块我觉得可以拆掉了，就是让这一边也是从下面看起来是他们漂浮着的。我觉得可以做一把钻石剑来看一看。来来来，其实我有这个附魔术，不过还没去了解要怎样用它，所以我要怎样用了这个，是不是将东西放进去？青金石，像这本书是要怎样用呢？钻石这里也是很奇怪，因为我还不够这个书柜了，其实这里要加多一行这样上去的。其实以前做的这个鸡蛋的里面都满完了，哈哈，这样的鸡蛋我是不是要拿来做一些食物呢？我觉得今天先玩到这里吧，主要就是弄好了这个附魔台，然后也比较整齐了。下一集的话，这里要弄到跟旁边对称，然后栅栏至少要围，这里要围就是完整一点吧，围好我们的家园，再看看有没有时间改一改屋子。喜欢这一集的话，欢迎你按个赞，你也可以订阅频道继续追踪更多最新的影片。有任何的想法又或者是意见，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更明确的做接下来的事情。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